，Zoom 和 Facebook 线上的诸位法师、居士、佛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司仪言情，欢迎参与马来西亚佛学院校友会所主办的线上分享和交流会。分享与交流会现在正式开始，大众请合掌。我们恭请主讲人开尊法师带领大众三称佛号，有请开尊法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谢谢开尊法师。在正式进入活动前，我们借此难得机会拍一张线上大合照留念，请大家打开视频，技术组请准备。好的，我们现在请大家稍微准备。我们这边总共有4页。好的，首先第一页。第二页，第三页，第四页，好的，交回给司仪。谢谢。今天线上分享和交流会，我们很荣幸邀请到开尊法师为我们慈悲开示。我先简单介绍法师的履历。开尊法师现任马佛总中央理事，马佛总槟州分会副主席，马来西亚佛学院教师，是宝玉堂住持，弘富寺副住持。也是第六及第七届马来西亚佛学院校友会会长。接下来，我们恭请开尊法师为我们慈悲开示。今天的主题：走出生活中的轮回。有请开尊法师。阿弥陀佛，大家晚上好可以了解这个题目了，那我们再来分享一些我们佛教所说的修行方法因为一般人在生活上就是每一天，我们从早上起来，然后呢，睡醒的那一刹那，还没有张开眼睛，但是那种感觉这个就是有呼吸就这一口气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其实，在我们的就是那一念一醒过来那一刹那，就是生命的开始。所谓的生活就是我们生的时候有没有还有活着，就是不是生存就是一般人这个叫做行尸走肉不知道自己怎么好好的活出生命的意义。所以有这一口气走所以没有这一口气呢，就是没有明天了，就是等于说，就是我们的明天到此为止，这一生圆满。所以不知道各位对自己这一生当中，还在回忆过去那种痛苦吗？都来不及，还是一直在妄想未来，希望可以更好吗？这有一点希望，确认我们有呼跟吸，一呼吸不进来就拜拜。所以，其实生活中，我们一直这样的轮回，每天睡醒，吃早餐，上班，先是在家上班工作，然后吃午餐，下午呢就继续上班，等下班，吃晚餐，所以早餐、午餐、晚餐，上班、下班，不然就是做家务，准备早午晚餐。其实我们每天的生活，尤其现在是 MCO。我们都在家里，我不知道各位的生活就像我们在 Facebook 上面有写的了，就是从新冠疫苗这个新冠疫情，就是去年的3月18开始行管到今天为止，
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么多的日子以来，一年多了，不知道各位对自己的生命，尤其现在20000多了，这种确诊每一天这样哦，真的很可怕，还变成了2000多。所以不知道各位对这种时事动态哦，就是现在呢，我们对佛法的理解有没有去思考过？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呢，如果没有对自己的生命其实没有去处理的话，一个人在这个生命过程当中只有今天，所以昨天已经来不及了了。所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真正去思考过，生活是什么？就是要活在当下，就是活在今天，要善用每一个今天。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生命不会重来，但是我们也没有活在每一个今天，善用每一个今天。所以自从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然后又有了这个疫苗，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去打。如果还没有用 Sejahtera 去登记去打的话，即使打了2针啊，也会中奖的哦。所以其实我们有这一口气啊，还活着的时候，真的我们有没有好好的去思考，我们一直每天这样的轮回啊，这个是从早上到晚上，这个是生命啊。当我们从早上睡醒那一刹那，生命开始，当我们躺下去，哎，不省人事，就忽然间睡着了。如果倘若知道自己在睡觉，就是失眠了。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如果真正了解自己的生命，其实每一个人睡醒的那一刹那，不是感恩还有这一口气，而是要感恩是重恩。我们父母给我们这么好的身体，这个社会各行各业把自己的良心道德做好，就是行行出状元。这个国家这个政治稳定，然后有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打疫苗，然后最后是三宝恩。如果我们有学佛的话，所以每一天睡醒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活在今天，好好的善用今天。其实每一个人呢，当他睡醒的那一刹那，如果不注意呢，就是模模糊糊起来，去刷牙、洗脸、上班，就是这样。有些是来不及吃早餐就更紧张，所以早餐不吃啊，很容易笨。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汽车油用完了，就昨晚的这个加那些饮食啊，食衣住行啊，所以在喝的吃的到今天早上睡醒了，一切归零。所以昨天如果存太多了，就往恨发展。所以我们在生活中每一天都是一样的，一直在轮回着。因为轮回只有今天才能决定，昨天的已经来不及了， history 历史了，明天的 planning 呢，计划都赶不上变化了。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每一天的生活，有生命还活着的时候，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植物人，也没有看过中风的人，他是有生命，但是他怎么活呢？这是很痛苦的事。如果各位有去关怀过的话，他就等于坐在这个身体的监牢，知道吗？那种感受。所以其实每一个人呢，如果不了解自己的生命，其实他不能够对自己的人生呢有一些期许，他没有去想过人生这个生命只有今天才能改变。所以我们前世啊，数世的善根福德因缘呢，这一生正在享用，但是不是死了就算，未来呢，我们要怎么样去好好决定自己的生命。
每一天呢，才能决定未来的生命好不好。虽然轮回不一定是前生今世后世了，所以我们的主题是生活中，就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我们怎么继续走出这个生活中的轮回呢？所以只是让大家去思考这个题目。如果大家对这个题目有兴趣的话，以后可以继续思考。因为个人喜欢讲成佛之道，都喜欢用第一个寄送给有缘人去思考一下。有海真的无边际啊，友情啊，三界的友情，那爱取有的有，已经轮回很久很久很久了，从无始轮回到这一生，这一生有人生佛法不修行，继续无终的轮回下去。所以看过去没有边际，看未来又没有边际，所以我们在流转生死三界轮回，在三世因果报应来讲，真的是像大海一样看不到边际的轮回。所以想一想世间呢，我们看到人都要生老病死啦，爱别离苦啦，厌嗔恚苦，求不得苦，乃至五蕴炽盛苦，最可怕的。在色受想行识起来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去注意到。所以世间既然那么多忧愁痛苦，我们游转起来做人，做好一点升天。啊，爱生气就被阿修罗啊，如果做不好就是地狱畜生恶鬼三恶道，我们现在在三善道。所以我们去思考，既然人生难得我们有了，佛法难闻我们也听了，我们要怎么样呢？难道继续在生活中轮回下去吗？小孩子为什么我们要给他读书呢？古代的父母宁可绑肚子自己饿，也要孩子吃饱，也要他们好好的去读书用功。有些更溺爱的啊，你读书就好，什么都不用做，家务也不用做，什么都不用做。如果现在是给他在看电脑，是一面上课一面看书，一面上课一面听歌的话，其实这个是冤大头。因为我们现在都线上上课，所以不是给孩子物质上的满足，而是给他人格上的提升。不要让他跟我们一样在生活中一直轮回不止，已经无始的轮回，这叫古老的轮回。应该是我们继承院长的偏那个词偏去。所以我们呢，其实对自己的生命有没有好好活在每一天的今天，不要活在昨天，不要活在明天，不要只是唱明天会更好这首歌。明天怎么会更好？如果今天不好，明天只是会变好而已。所以要今天好，明天才会更好，所以明天会更好。如果今天不好，明天怎么会更好？所以希望我们思考，我们已经在三善道做人了，不要去三恶道了。那我们呢，一直这样轮回，几时 stop 呢？几时停止呢？所以啊，何处是依附？一个问号给自己。想一想，轮回快乐吗？如果大家知道的话，都不会快乐了。因为从小孩子玩耍的童年是最快乐，但是一去读书呢，就不是了。所以一个人呢，当他去了解佛法的时候，他要知道什么？就是去马来西亚佛学院了。如果我们没有真正在自己的人生道理上有佛法的话，
就没有办法，因为继续六道轮回，不知道解脱。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了有佛法，真的就有办法。所以我们有海有情，像大海轮回很久，世间又有这么多忧愁苦恼。现在 COVID-19， 现在大家在 MCU 那种痛，尤其出去又怕确诊，然后又等不到打疫苗，打了两针又 OK 了，没有嘞，还是要很小心，不然会中奖的。所以那时候怎么办？我们就来不及了。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呢，对自己的生命呢，能够去思考，在每一天的生活中的轮回，我们怎么走出来，活出人生、生命、生活的意义呢？所以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这个题目，就是让大家来思考一下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在活，但是是怎么活？好活歹活也是活了一天。所以迷迷糊起来，迷迷糊的吃，迷迷糊的做东西，迷迷糊糊的睡觉。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就像这个第一个偈颂，成佛之道的第一个偈颂，如果我们可以思考想清楚的话，其实我们就不虚此生。如果不知道呢，有人生有佛法没有用，这叫虚度此生。所以很多时候啊，就是因为没有人提醒我们，没有人告诉我们，没有人教导我们，所以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生命意义啊。如果我们了解自己的人生啊，并不是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就是只有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吗？ No， 不是这样的。因为从一处事，我们就有这四重恩要报。如果没有学佛，没有学佛就前面三个。所以啊，我们今天呢，一起来探讨，觉得自己的生命意义是什么？如果大家曾经想过的话，就会去寻找答案。如果没有这个问题意识，没有 question， 就会找 answer Q&A。所以为什么会说是线上的分享会乃至交流会？所以个人每次在讲课在共修，都是希望听众呢能够 feedback 回馈，能够这个互相讨论。就像个人在佛学院上课，就是马来西亚佛学院上课，现在都是线上，都会跟同学问答，不要只是个人讲讲讲讲完了啊就可以了。个人真的是很想把自己所懂到今天为止的佛法跟有缘人分享，因为我们呢，佛法无人说，虽会莫能解，师资充遍了，得到博士了，做了 CEO 又怎么样？还是烦恼贪嗔痴了，慢疑不增见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世间就是这样。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真的去想过自己就要这样过一生吗？在人比人气死人之下，好，我要更好，已经好了还要更好，我要最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这样怎么办呢？就在那你我是非，人我对错。所以我们一直六道轮回的痛苦就是这样来的。做得好天人，但是爱生气就变阿修罗；做不好，地狱恶鬼畜生。因为现在农历七月嘛，会做恶鬼就是贪，会变动物啊，做那个有我们叫做宠物啊，因为它是有福报的，但是没有开智慧啊，是犯了五戒啊，所以他就做动物要欠债还钱啊，就所谓的冤亲债主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如果了解轮回的可怕的话，
我们一定想要解脱，不要再生老病死六道轮回的。但是没有人告诉我们哦，我们怎么会想解脱呢？所以个人出家了，就跑去马来西亚佛现度，也很感恩家师文见上人能够让自己从出家到现在都还在佛学。所以已经30年了，在马来西亚佛先读了3年，去了台湾读了9年，帮忙了8年、17年，回来又在佛学帮忙10年，所以已经30年过去了生命。所以这一生呢，很感恩三宝给自己一个机会好好的学佛，因为知道六道轮回的可怕。但是我们在看这个，就是这个世间呢，或者是这个地球上的那种天灾人祸的时候，怎么来的？这些天灾人祸怎么会这样？我们知道吗？就是因果报应咯。所以是什么因果报应呢？不好意思，又讲到怎么知道的世间的四种正见。每个人从成佛之道里面感受是很深的，知道正见有世间的善跟恶。什么叫做善呢？什么叫做恶呢？就是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去看一看这一颗心，我们这个心是什么？是起善的心所还是恶的心所？善的就是没有贪嗔痴，利益他人，这个就是善。但是如果贪嗔痴啊，很辛苦，然后想要立即损他，或者利不是损己损他的话，这个一定是恶。如果是损己利他，这个可能是不善。如果利己利他，那一定是大大。所以我们从世间的善到出世间的善，所以我们去想，我们现在在起心动念到底是现在好还是未来一定也要好，三世轮回当中。所以因果报应不是讲这一生，是讲三世的轮回。所以如果我们大家了解了佛法，其实对自己的生命啊，如果不了解的话，就是这样，像大家一样，童年呢，婴儿的时候就不用讲了。哎，在童年知道东西之后，就最喜欢的是玩耍，一直玩。所以儿童节过了，到中学的时候就读书苦啊，为了什么？要上大学，不能上大学就要出来社会做。所以从玩耍、读书、做工，有些遇到对的人，恋爱、结婚、生孩子、抱孙子，然后等阿弥陀。有些人还没有到，就所谓 COVID-19 就走。就最近不是前几天内嘛，一家七口6个中奖3个死的。所以我们看了这些社会新闻有什么感觉？好像是他家的事，哎，在我们周遭连阎罗王的3封信都收到了。我们真的就说出去啊，随时会中奖啊，会确诊啊。哎，认识的佛友同学朋友都有人，所以个人真的是不是痛心，是很无奈而已。因为佛法那么好，知道人那么少，误解的人为什么那么多？这是台湾法鼓山圣严师父讲。所以我们为什么不能叫做防患未来，而要未雨绸缪呢？因为亡羊补牢都来不及，家里有死人的找师父去念经啊，没有开示的话，仗着三宝的光明可能啊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佛法的话，是随众随习随意念啊，所以最重的善恶业，然后习惯的善恶业，最后那个意念的善恶业。所以善恶后面为什么要讲业报？
所以世间的四种正见里面，所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个才有意思啊。如果善没有善报的话，善有苦报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要做善？所以我们知道善恶终有报，只在朝以迟，就是等时间了，不是不报，是时间未到。只要因缘集合，就是假使百千劫所昼夜不亡，因缘会一时，果报还自受。所以要怎么办？所以要有世间正见。假使有世间正见真上者，虽历百千生，终不堕恶趣，归到第二鬼畜生去。就是有世间正见真上的这四种正见。所以知道善恶业报呢，就是我们的身口意三业了；果报呢，就是六道轮回了，这个世间的苦集了，苦地跟极地了，就十二因缘的流转门、流转率了。所以，如果我们了解我们要得到灭道二谛，就是解脱处世浊、处世间的因果的话，就要知道十二因缘的还灭律。所以，知道善恶，知道业报之后，为什么要知道前生后世呢？我们前生有修没有修，哇，这一生算命都很准啊，所以就不用做。那这袁了凡的故事要讲来做什么？含着金汤匙出世界，一生幸福美满快乐吗？他只要一个坏习惯，犯五戒，随便全部解决。所以我们大家来思考，觉得自己幸福吗？美满吗？快乐吗？平安吗？健康吗？还有什么呢？所以如果我们大家了解自己头脑在起心动念的时候，就要去注意了。所以我们前生有修，这一生不修，下一生很惨。所以预知前世因呢，今生受者是；预知来世果呢，今生作者是，就是我们的善恶业报。所以善因善缘就乐果乐报，恶因恶缘就苦果苦报。所以我们已经无始轮回到现在，有了人生，有了佛法，不修行要无终的轮回下去嘛？而且只有今天才能改变，昨天的事情都来不及，都是历史。所以我们怎么办？怎么走出这个生活中的轮回呢？所以要第四种正见，要转凡成圣。所以知道世间有善有恶，有业有报，有前生有后世，有凡有圣。所以其实我们已经轮回很久了，为什么我们不想解脱，还要继续论道轮回，还要说未来这什么什么在天愿为连理之，在地狱呢什么啊，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狱愿为连理之啊，还要做双胞胎，也不是双胞胎，连体婴，现在有些说爱得你死我活，很痛苦啊。所以我们要做什么？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佛法，就继续轮回了，每天看到仇人见面分外眼，每天呢只要看不到爱人呢就很痛苦。所以我们每天就这样看到我们心爱的孩子，心爱的另外一半，心爱的这个朋友同学，早上没有 WhatsApp 一下就很难过这样。所以每天都在忙呢，我们在忙什么呢？说我们这一生有意义吗？就看我们每一个今天怎么过。所以每一天的生活知道怎么过吗？所以怎么样转凡成圣？所以佛教只有十个字：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就这么简单，佛法讲很多了，这个叫三学了，勤修戒定慧叫做三学，熄灭贪嗔就叫做三毒了，叫做三不善根了。如果有了解佛法的人，其实我们对佛法的理解，如果没有这个叫做总纲了，戒定慧三学的话，
这是一入无门，这是佛法大海啊！看到汪洋大海，不知道怎么办。所以信为能入，所以这个入门啊，进入佛教，而不是在外面大观园看看的哦，这个游园的，这个花园的这个地图啊、指示图啦、引导图啦，但是都不进的，就是最基本的归敬三宝都没有。所以你在讲什么？知道？所以一个人呢，如果我们呢拿香跟在拜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那我跟你，啊，直接讲偶像崇拜了，他只有尊敬那个他皈依的师父而已，他不是那个三宝啊，不是那一宝而已啊，那个代表三宝给证明的一指师父而已，因为太多师父了，不知道跟哪一个嘛，那你个人觉得啊不错的。啊，就跟他学啊！如果那个时候死掉了啊，我就不是三宝，我又再快点去找另外一个嘛，还是一样三宝弟子。迷失是老师度，是师父度，但是觉知悟的时候呢，就自度了，自己度自己，离开生死的之岸，到涅槃的彼岸去。所以靠山山会倒，靠人人会死。山真的倒哎，土石流嘞，那个921地震的时候。天崩地裂，就大地震了，921台湾大地震，去看看那个积极的，真的很可怕。所以这些天灾怎么来？就是有人祸。如果人没有做贪嗔痴的身口意的善恶业的话，怎么会有这种苦报啊？所以大家来思考对自己的生命。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好好的善用它？所以我们要活在当下，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人事物，在为人处事待物的时候，好好善用每一个今天，我们就在生活中就可以走出这个六道的轮回。不然我们呢，其实已经呢很久了，在轮回的时候，不然呢，我们不会每天喜怒哀乐、忧悲苦恼。所以每天只有快乐，没有痛苦吗？没有担心，没有烦恼，没有忧愁，没有无奈吗？所以为什么情绪起伏啊、高低潮呢？因为没有 IQ， 就没有 EQ。就这么简单。为什么没有 IQ 呢？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什么是真理，宇宙人生的真理。什么是宇宙人生的真理呢？就是我们大家去想一下，对自己的生命啊，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每一个人呢，其实啊，从父精母血妈妈的肚子啊，孵化也不是孵化，就胎化的时候，从妈妈肚子出来，哇哇落地之后呢，这个人生呢就要开始自己负责了。所以有些小孩子啊，就在父母就是3岁定八十，没有教好，这个家教不好了，阿公不教死了。你想去学校教育怎么会好？如果学校教育不好啊，你想这个社会风气怎么会好？所以这个社会呢，如果这个媒体啊，这个工作人员没有良心道德，都是找那种最煽动的头版新闻，就像那个什么自杀了，现在很多人喜欢传来传去的那个 WhatsApp， 尤其在群组很通透。所以为什么要这样的负面消息一直转呢？因为没有善的因果报应。所以我们知道叫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会到。所以这种负面的新闻呢，负面的消息呢，这一种再传来传去叫做恶性循环。这样有智慧的人有 IQ 了，就不会没有 EQ 了，就会有样学样了，就会跟着去自杀。
他不知道生命的可贵啊，有人生多难啊。如果知道那些叫做试管婴儿啊，所以有些父母啊叫做什么代理孕母啊，所以其实我们要去想人呢、啊、从爸爸的肚子啊，这是精子啊，一万万、啊、就是一亿啊，第一名呢就畜生，除非是双胞胎三胞胎，不然就 only one 而已了。所以要做一个人呢、啊、以科学来讲就不容易了。而且我们看六道轮回啊，恶趣的很多，单单一个老鼠就比人类还多了。所以其实我们在六道轮回当中啊，人生真的很难得，所以不要再传那种负面的消息了，我们要有正面能量啊。因为现在已经 COVID-19 已经在 MCO 当中，为什么要自己吓自己呢？因为传的哇，讲那些话到底有没有根据啊？哦，我听讲那个这样哈、哦，那个就是这样，有没有根据呢？在让人心惶惶呢？所以他真的想不开就走了。所以知道我们的生命啊，尤其人的身体、啊、真的很难得、啊，在六道轮回当中，这个地狱的众生，如果你念过《地藏经》，就知道哇。真的是太多太多太多，那个恶鬼，他们以为有些人喜欢记那种，反正就是恶鬼也很多，不然我们光贪吃的叫咬鬼人。所以其实我们呢，做一个人就很难，要升天啊，没有福报也不行。这个爱生气的当然也很多，做阿修罗不少。就人里面也有阿修罗，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各族啊、各种族啊，还有各的宗教不能和谐在一起呢？所以我们呢要去思考，大家是一样是人的，大家一样会中奖，就是 COVID-19， 所以要怎么办？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去思考其实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其实每一天的生活就是一直这样轮回而已了，一直历史重演了，因为每天都在写历史啊，跟昨天的是一样，所以叫做轮回，叫做古老的轮回，从古到今。向大家看月亮，今人不见古时月，今夜曾经照古人。现在八月中秋节快到了，所以要万里无云的万里天，在秋高气爽的时候，千江有水就千江月亮都可以浮现在上。如果我们的心水很清的话，月亮就是佛光最普照，就是有 IQ， 没有烦恼，没有乌云贪嗔痴，我们呢就有戒定慧的话，这个心啊平啊气和啊，就月亮就隐现在我们的心水里面，所以心静呢自然凉，所以我们就有 EQ。如果心情浮动啊，太高兴乐极生悲，然后很烦恼物极必反。所以还是疯掉。所以为什么 IQ 后面要强调 EQ？ 所以 IQ 100分呢，博士也会杀人，也没有 EQ， 没有控制情绪、啊、现在有 IQ 有 EQ， 情绪就是喜怒不形于色，问题是如果没有 MQ moral 伦理道德，所以世间就是一直这样恶性循环，没有良心道德，你骗我，我骗你。最近是在哪里看到？现在这个很多人时常传那些哈、啊，所以一个卖馒头的啊，应该是只是讲话的。他、啊、说这个卖馒头的呢，
看到小孩子要吃自己的孩子啊，不可以不可以，你去隔壁吃那个烧饼，那个烧饼的孩子要吃他不可以不可以，你要去对面吃面，吃面的小孩子要吃他不可以不可以，你要去对面吃那个包子。为什么呢？因为怎么讲，因为他们都知道里面有加料的，吃下去是不行的，所以这样就互相伤害了。所以如果我们各行各业没有良心道德啊，食衣住行吃完了都不安心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教义，就是让人有良心道德啊，知道善恶分明啊，知道善恶业报前生后世的轮回，我们要怎么转凡成圣，不要再六道轮回了。所以今天会讲这个题目，就是希望我们开始思考自己的生命，要活得有意义，不要虚度此生，而是不虚此生。人生是什么一回事？就只有今天。所以一睡醒那一刹那，不是感觉有这一口气真好，是那个念头就开始生了，活下来，生命就活下来。所以到睡去那一刹那叫做小死一番，所以睡着了什么都不知道，火烧死也不知道，只有烧到皮到筋的时候，哇，那个神经的时候才会痛。所以这边烧煮一条，所以可以看到这样，可以看到那样，被火烧了是很痛苦。上次还有人一个视频啊，那个在那油槽车嘛，在吉隆坡掉下来的时候，他就被烧到这样，还很挣扎，就死掉在路上面。很多人喜欢觉得是第一手在那边先拍，看的都很惨的，都限制级的啦。反正看到刀砍砍砍，再用枪打打打，为什么要传这种死？可能是要师父做不净观、无常观、痛苦苦观。其实都无我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在生命的过程，只有今天才可以改变。所以我们每一天睡醒那一刹那，如果皈依啊，三皈五戒呢，就念我弟子某甲，就是自己的名，皈依佛法僧三宝，受持不杀道，饮忘酒不净。所以从三皈五戒只是了解，五戒呢就是法，所以要向佛学习，希望未来可以成佛。所以我们大家都有佛性，未来都可以成佛的可能性。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了，每一天都是正面能量的开始，好的开始，成功一半。不然古人会说一日之计在于晨，一睡醒那一刹那要发一个好愿，或者做早晚课，为什么早上要念普贤十大愿，就是希望自己发好愿，像普贤菩萨一样大行，好好的修行。所以如果我们晚上在念普贤经中记啊，时日已过，这个普贤警惕我们啊，警惕我们大众的计众，命也虽减，像少那个水的鱼哪有快就掉几。所以我们当勤精进啊，好像就那个头火烧这样，所以但念无常，世间都是无常，不要犯意，甚至很小心，物质不要犯意，因为生命呢，就只有今天了啊。所以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呢，对自己的人生呢，就这样一天过一天，太可惜了。所以我们大家来想一想，我们已经轮回那么久了，从妈妈肚子出来每一天都在生活中轮回嘛，吃喝玩乐啊，食衣住行啊，所以早餐午餐晚餐，有些还要宵夜更糟糕啊，还有下午茶啊，早上还有点心，反正就是民以食为天，不吃就不行。尤其现在呢 MCO， 所以睡觉报国恩，吃饭广恒发财发福了。
所以本来是给逼的啦，因为很忙啊，所以这个就是要出去要给人家看的，都会给逼啊，保养啊，保健一下。结果就是因为整天待在 MCO 里，吃，生个腮盖，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不要在生活中一直这样轮回下去了，可以吗？可以的。所以我们要勤修戒，之后要修禅定，还要开智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什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因为那荧幕上是颠倒的，很抱歉的。所以他就是我们院长，就是继承院长。长老呢，他写一个寄送呢，他就是要我们修止观的，就是属水止观环境这个六妙止下来呀、啊。这个禅就是心一静性，如果有学过那个沉默之道或者其他佛法的书的话，就是心在一个境界上就是禅，所以止呢就停在那个境界上，好像属心呢就属一到十就好，啊水呢就看到它走。止呢就停在那边看到那个呼吸就好啊，就观察它。所以修禅定呢并不是定在那边，止呢是定的因，啊观呢是慧的因，所以定呢是止的果，慧呢是观的果，只是因果啦，止观呢是因啦，定慧是果啦。所以没有持戒不是为什么，就是让我们心很清净，能够啊专注啊，不用担心人家在那边杀盗淫妄酒啊，随时要被抓。哎，如果他是去杀盗淫妄酒，怕警察来，或者是怕人家抽人家，哦，就怎么做？他就是整天看东看西，这样很难。上面就可以心静自然，就是心一静心去跟着那个佛法去学。所以有心定下来呢，他就会看到自己心静自然样，心静止在那边啊，就会跟着。就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了，这起伏很大的那个情绪。所以我们就是择善固执，只要正念正定。所以有正念呢，就是要活在当下，看现在自己的念头，就是属谁止观的尽量看到了，不要再起烦了，就是开智慧了。所以去观察到底这个是善还是恶，这个是因果的业报吗？啊，我们还在前身想说啊，希望未来好吗？所以我们还在凡夫，是不是讲转成圣呢？所以我们要勤修戒定慧，才能熄灭我们对好的贪婪，对不好的嗔恨生气，不知道好坏叫愚痴。所以我们会造那么多恶，就是因为贪嗔痴三毒。如果没有贪嗔痴的，这个就是善的。如果是利益人，如果损害人也不是善，所以我们现在在做的时候，这个昨晚在共修《地藏经》下卷的时候，在讲的时候，布施的时候，个人就又在就是在讲一次、啊，自己也受用很大。其实我们现在在布施啊，做好事、啊，我们的那种心态、啊。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呢？就是以上列下的贪嗔痴，后面的慢的火慢的，觉得自己是有福报人，吃比受有福嘛？哎，那给你这个给你，那种语气、啊。古人说不吃嗟来食，你叫哎，不吃嗟来食，哎，就叫人家来吃啊，人家不。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我们要戒掉这些不好的，就是贪嗔痴慢疑不正见这些，要肯定自己，固定的执行这个对的。然后呢，开智慧啊，要善恶分明，不要再轮回。我们要解脱生死，不要再这个你我是非、对错好坏，一直在那边争来争去了，为名为利了，所以我们会量大无大，这个就可以什么般若蜜。所以我们布施就是持戒的基础，所以布施持戒的人呢，才可能忍辱啊。没有修忍辱人，他其实不会一直精进。人家都在想说，我都要在这边好好禅修，对哈，那边诵经哈，那边拜佛哈，那边看真我知道看佛书嘛。大家去享受就好，现在可以上来看网、看网红、看 YouTube、看什么、看电视啊。哦，为什么要去修行啊？
所以啊，我们的生命啊，有没有去想过？所以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只有今天才可以改变呢。所以如果我们不去思考的话，就是勤修戒定慧嘛。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最后下来就是要禅定，最后呢就是要得到般若波罗蜜。前面五度是人间福田，只有般若才能波罗蜜到涅槃彼岸去。所以我们不要再轮回，要走出轮回呢，就是到波罗蜜到彼岸去。就是我们修那么多，前面的五度都是什么？我们的波罗蜜，就是我们的微信，我们的基础，我们的质量。所以其实佛法很多很多很多了，但是听了没有融会贯通，找到一条成佛的道路呢？所以个人很推荐《成佛之道》这一本书，一直希望大家有缘自己去思考。我归敬三宝，就是皈依要佛法从恭敬中求，不是皈依三宝，就还要归敬三宝，要恭敬三宝，希望能够跟佛学习，希望依法奉行，希望借着这个身呢、啊，就给我们证明皈依三宝啊，能够走上成佛之道。所以并不是偶像崇拜，我们不是粉丝，也不是粉丝、啊，就希望大家归敬三宝之后，就开始了理性的，不是感性的皈依三宝，是要归敬三宝，是要理性的闻法、听闻佛法，然后去入人发愿啊。所以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之后，要当愿众生。希望所有的众生自己上修佛道，要去下化众生。所以我们发菩提心，上修佛道，下化众生，而不是处理三界六道的轮回而已，也不是希望自己在人间增上的心而已。如果是人间增上的，那个就是五乘共法。所以我们有了这三心，我们就可以去入。所以佛法大海，性为能入啊，智为能度，到涅槃的彼岸去。智慧的没有智慧是不行。所以我们呢，已经无始轮回到现在，我们知道做好一个人，就是我们太虚大师哈，就是我们老院长祖摩长老的老师了哈。他说：“养子为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正现实。”仰者就抬头看哦，这是只有佛陀，这是天上天下唯佛独尊的，这太慈像了，这是玉佛啦，为赛姐，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所以我们可以了解，仰者为佛陀，完成就在我们这个人格啊，就是不要贪嗔痴慢不正见，所以要勤修戒定慧，熄灭这些贪嗔痴。做好一个人，善的人，做一个圣人会更好，就不要再六道。所以呢，完成在人格，人成了佛就可以成，这个才是真正的现实。所以我们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对我们的生命来讲呢，没有一个就是目标方向。真的为了想要成佛，其实我们人要成佛才能成，但是人怎么成呢？我们就要走出这个生活中的轮回，不要每天同样的动作，久了就麻木不仁，没有感觉了，也不知道怎么去改进，叫做修行，修正我们的行为啊，往向上，向善，向光明嘛。所以一天过一天了，MCU 几时可以结束啊？ COVID-19 几时大家可以打完 vaccine 啊，打完疫苗啊，好，我们可以恢复像以前自由自在。现在哪里都不能去啊，随时会中奖啊。所以就刚才讲那个新闻，他就是以为没事啊，就不去打疫苗，那后来去打一针哎，第二针还没打就死掉了，他先生还四十几岁，我看很年轻哎，所以我们大家来思考，做好一个人之后，
不是要升天哦，不是信者得救了就升天去，那还是一样六道轮回的。所以我们不要在六道轮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要处理心，处理三界六道的心，不要在欲界、色界、无色界，也不要在天人、阿修罗的三三道，也不要第二鬼畜生的三恶道，一直这样转来转去。所以我们要修四圣地苦集灭道，我们要知道十二因缘，从无明心生、明生六道畜生、爱修有生老死，这样去了解。就是因为无明造的行的业力，所以我们有这个投胎的有取势，然后又在当妈妈的胚胎，就是父精母血有名色，然后又生了六路，这是六根，然后从妈妈肚子出来就触，然后有那种感受舍受乐受受，是可以是不可以触啊，六路触受，然后爱贪爱执取，又造有的业三界爱取有，刚才讲有海无边际，所以又在未来生老死，所以从过去到这一生到下一世的三世两重的因果。所以我们怎么办？不要再六道轮回了，所以我们要学习佛菩萨，所以我们不是处理心，要发菩提心，菩提就是觉悟的事，就是像佛一样上求佛道的自觉，下化众生的去觉他，我们做到圆满，大家都可以未来成佛。所以佛就是自觉觉他，觉心圆满，就是佛嘛。所以我们就自觉啊，上求佛道要智慧，要下化众生要慈悲啊，自利利他。所以希望什么？慈与乐，悲拔苦。就像那个刺，直接查药是不有效，要把那个刺拿出来。所以要把问题的原因处理掉，这个问题才能解决，不然我们呢，一直六道轮回啊，真的无边际，这么多忧苦，所以流转在三善道、三恶道，起来三善道，还没到三恶道，哪里可以依附？所以我们要上求佛道之后，就学佛菩萨了啊，上求佛道啊，成佛道啊，下化众生。帮助一切有缘人在这个世界，无缘不用度了，因为无缘也不能度了，没法度了。所以我们可以去思考自己，在有生之年呢，还有这一口气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善用我们的生命呢？要好好的活在今天呢，要善用每一个今天。所以我们这样才可以走出生活中的轮回，一直历史重演，一直重蹈覆辙，或者是开创美好的未来，可以从生死的此岸到涅槃的彼岸去呢？所以我们修刚才讲的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个就是大乘功法。其实成佛之道就这样简单讲，一切诸善法所有学那么多，这是同归佛道，为了希望能够成佛。所以希望所有众生类啊，六道的众生毕竟得成佛，就像我们每次回向愿以此功德普济一切，所以众生跟我等我们呢，皆共成佛道。所以我们了解了修道次第就是这样，从一个人归敬三宝，闻法去入，这是要闻法，这是要理性的啦，不是感性的归敬而已。然后闻法理性，然后还要意志力的坚定啊，发那三种心。刚才讲真上身心，这五乘功法做好人天啊。然后处理心呢，就是修三乘功法，就所谓的声闻缘觉菩萨。然后呢，发菩提心就是菩萨啊，就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菩萨。所以我们其实大家对那一些，就是我们叫做修道次第了，这些佛法的基本理论，个人从成佛之道得到很大的启发。我不知道各位可以，就是依你们所依止的老师啦、师父啦去学习，但是要厘清自己在生活中，不要再历史重演了，不要再六道轮回了，所以我们。归敬三宝是感性的啦，想信为能度，但是呢要闻法要智为能度了，
但是呢没有这个意志力，就所谓的愿，就是不会去路了。有愿即有力，有志的就是进程了。所以世上就无难事，只怕我们没有心，只怕我们有心就没有问题。所以世上多难事，只因没心的都没有心，反正要肯别为肯。所以没有发愿，没有正思维了，正思维叫正智或者是正欲，想要去成就，没有这个心，我们就去在生活中轮回六道。所以我们如果想清楚，不是把真上身心修好五乘功法，把出离心修好三乘功法，而是把菩提心修大乘不共法，就是成佛之道，或者是我们的菩萨道，以人来行菩萨道。所以刚才养子为佛道，就是希望我们要成佛，所以完成在我们人格，所以把一个人做好，从五乘功法到三乘到大部分法。所以太虚大师强调要五戒十善，要做十善的事情，不然我们怎么可以解脱呢？所以五戒十善的就人呢修天的福报了，这十善是菩萨戒，所以三乘共法也是十善戒，所以我们十善业道呢，五戒十善，五戒是总，然后十善是广说，因为不妄语言，不要两舌，不恶口，不欺，然后不喝酒，不良嗜好，其实是不要贪嗔痴了，因为我们会贪喝了，很生气也就会喝了，不能杀杀疑食也会喝，就喝酒了，所以就没有五福临门了，所以世间那么多痛苦了。所以我们现在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归敬三宝之后，开始勤修戒定慧，来熄灭我们的贪嗔痴，这个三毒啊，跟毒品一样啊，因为上瘾的贪嗔痴，对喜欢的就贪，对不喜欢的就嗔，那不知好坏呢，就叫愚痴。所以家师在个人出家，就三十年前就已经很警惕个人，所以我们呢，对自己的生命呢，如果不知道，其实对好的都会喜欢贪爱。所以对不喜欢的都会生气沉恨，不知道好坏叫做愚痴。所以他告诉我们呢，好的不要贪爱，不好的不要生气，不知道好坏要想到底是好是坏，这个就是智慧，就是勤修戒止我们的贪爱。因为我们知道不要杀盗淫妄酒，我们就控制我们的贪爱，因为我们会贪爱，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受戒，所以就会杀盗淫妄酒，喜欢吃啊，尤其那个海鲜，生命多少？为什么世上那么多刀兵劫？就是为什么那么多饥馑、天灾人祸、瘟疫啊？因为杀业。这古代的不是有一个怨因禅师讲，千百年来碗里羹啊，吃的肉羹，怨恨啊，四海。生难恨难平的恨，怨神是恨，所以欲知啊，想要知道世上刀兵劫，这些天灾寂静人祸瘟疫等等，但听屠门夜半时，听一听这些杀鸡杀鸭杀牛杀猪杀羊，到底杀了多少杀业？所以拜过水忏也知道杀业会多病短命。我们没有讲这些受难的人哈，现在只是就事论事，我们不要去说啊，师父说的就是这样啊，所以那些才会确诊才会死掉，这个其实谁都不想，这个意外，这个叫天灾，这个叫瘟疫 pandemic。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开始反思的，不是人家预言哇，以后会更糟哇，怎么一个更大的那个病毒啊 virus 出来， coronavirus 已经不够看了，还变种了，是抗药性病毒哇，越讲越怕。为什么要这样？所以就是我们大家来思考，如果知道会多病会短命，为什么我们还去杀业呢？
为什么会贫贱？为什么我们去不以而起都算偷了？这是暗偷明抢的。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视频，是怎么抢的，怎么杀的，赢呢？是夫妻以外乱来。然后呢，这个讲话以为这个拳头就可以解决一些讲话的，不用本钱了。但是口业只能一人担，自己承担。说好话，发好愿，做好事，就成好人了，身口一善业、哦、所以如果我们呢能够去思考，我们就不会想做就做，想说就说，所以我们会好好的勤修戒定慧三学。因为戒就是止恶行善，禅定呢是自净其意，我们的心要清净。那开智慧呢，就是四诸佛教，佛教我们就像佛一样自觉觉他戒心一门，这个佛才是教我们的止恶行善的持戒，自净其意的禅定，四诸佛教。诸佛教我们什么？就叫我们止恶行善，修禅定，就是勤修戒定，因为熄灭我们的贪嗔痴，对我们好的贪爱，对不好的嗔恨，不知道好坏一次，只要想一想。所以我们呢，这样才可能走出生活中的轮回，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掉我们的贪嗔痴。所以当我们在起心动念的时候，每一天睡醒一日之计在一晨，我们就要记得发好愿。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呢，不是念普贤警钟啊无常啊然后就睡着了，而且要去思考，如果我们做的不够好，做不对的，我们就要忏。如果做好了要记得回向功德，就像昨晚的地藏经有讲，因为回向自己家人的功德是比较小三生的，如果回向一些众生毕竟都可以成功，所以记得功德要回向。所以从地藏经也很多的观念，活着的时候全分的，等人家走了七分只得到一本，六分是那个活着的家人做，如果留的那个遗产呢，他们没有好好用就死掉变遗产了，所以那个六分呢都没有，因为他去做坏事的话一分都没有，七分的一分都没有，另外六分他也不会去做好。所以其实活着自己修吧。所以我们呢这个念经、哦、要了解经文在讲什么，本念念念给佛听，念给菩萨听，不是的，是念给我们听。要这种观想，我们念经呢，就是佛坐在前面，或者菩萨坐在前面，正在为我们说这一本经的法，就是阿弥陀经，就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阿弥陀经的法。这个经就是法，经立论的经，这个就是佛法的法。所以佛我们说这法里面的当机众，就是听众，就是我们。对，不是念经念高兴了、啊，念给释迦牟尼佛听，念给地藏菩萨听，因为现在七月很多人在念地藏经，南无大愿地藏菩萨，哇，里面说啊，做这个地藏像，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哇、哦，这个念地藏经功德很大，哇，做地藏像，哇，这个如果是有漏性呢，还是世间六道；如果是无漏呢，才能出世界脱。说不了，各位。修学了佛法那么久，学佛了那么久，每天在静坐的时候看到自己的心，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所以其实我们不能活在过去，回忆是很痛苦，不能活在未来，未来是很虚妄，都是虚拟的世界。因为呢，只要没有这一口气，就一生结束，拜拜。所以要这一口呼吸成明天。所以我们有空可以自己看看，像四十二章经说，生命呢就在一呼一吸之间，只呼不吸呢就拜拜。所以看来要临命中的呼出的多，吸进来，到最后呼出一口气，风大没了。然后那个风不走，那血液也慢慢凝固了，水大没了，因为血液不走了，那个温度也没了，火大也没了，剩下那个尸体的地大，那
是地道里面还有地水火啦，因为如果没有的话就冷冰冰嘛，有些还冒汗嘛，还流温血水，就是说他有眼睛的话，死不瞑目的话啦。所以啊，还有这一口气真好，还有机会修行，还有机会改变，所以一定要了解那四种正见，知道善恶，知道业报，知道前生后世，就要转凡成圣，知道有凡有圣，不要在六道轮回了，做凡夫了，要跟佛菩萨或者辟支佛阿罗汉这些圣人学习。所以其实我们每一天的生命就是在我们活着的时候就有希望，就可以改变，就可以进步。但是一两手一摊什么都没有。所以我们大家在每一天的有生命还活着的那一个今天，只有每一个今天才有机会改变，修行也只有今天。不要一直掉回回忆过去的痛苦，也不要一直妄想未来，整天玩虚拟的电子游戏，因为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活着干什么。现在吃饱没事干，整天都往个发展 no give it， 没有运动了，没有做瑜伽了，或者是自己就算自己的社区还可以跑一跑，但是就不要去多人的地方，很危险，记得要戴口罩。如果是人多的，不是戴那个医药口罩，还要戴那个布口罩，还要戴面罩，因为现在 Delta 变种病毒太可怕，什么 Lambda 什么，反正听起来啊，好像是新闻的消息而已，也不是嘞，槟城已经中奖了。是很多时候他们都是台面上报2万，台面下还有6万不敢报，怕。但是我说就是不报，大家不怕，所以不要当消息听。吃饭不知道米价，活在世间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所以我们怎么走出生活中的轮回呢？所以个人一直在讲，一直在讲，只是希望更多有缘人一起听，一起学习，不要再六道轮回而已，没有什么的。所以讲的再多，如果我们大家没有对自己的生命有一番的期许，就是没有发愿的，就是刚才讲的那个网络上。所以我们留在家里啊，不管什么经济啦、事业力啦、家庭生活啦，就是变成是很负面的紧张、焦虑、压迫的负面情绪。所以面对这些逆境、去挫折，这第一排，抱歉，哎呀，太激动了。OK， 就是这样，就几百集就算了啊。抱歉啊，就是说，我们在看到那种生活的困境，没有说爱心线，还有人举百旗，其实就是什么，这种逆境挫折就是我们的业报，就是善恶业报，是我们在前生后世的解脱。是我们学佛呢，就是要离开这些贪嗔痴的烦恼，解脱生死的轮回。是我们修行的下手处，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就是在 Facebook 上面有啊。所以不要再重复这些烦恼习气，就是贪嗔痴，继续造祸业苦，祸业苦就是祸，就是起烦恼贪嗔痴，业呢就是身口意三业，苦呢就是六道轮回的苦。所以我们应该修学什么？就刚才讲的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所以我们呢，其实要有世间的正见，不然我们这个做好一个人都不行。
然后还要有出世间的证件，知道苦集的世间因果，要得到灭地的出世间因果，然后知道十二因缘的流转力，还有出世间的还灭力。所以我们怎么样从此生死岸到涅槃的彼岸去，怎么样自己上求佛道的自觉者来去下化众生。所以我们大家如果有因缘的话，可以静下来自己看看呼吸，这个生命就在一呼一吸当中。当我们起烦恼贪嗔痴的时候，要骂人的时候，要这个就是想不通的时候，就看看呼吸，想一想自己就像一个水罐，我们的生命就自己装什么。这个是自来水，如果各位喝起来不像自来水是什么味道？咸的话放盐水，放盐就变咸水，放糖就变糖水，甜的。所以我们的生命就自己决定，有勤修戒定慧甜的，如果是都贪嗔痴咸的苦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的生命啊？大家自己决定。没有人啊，父母都不可能，因为靠山山对会倒，靠人人会死，所以自己吃饭自己饱了，所以个人吃饭个人饱，个人生死就个人了。所以我们六道轮回很久，所以如果我们今晚听了，就开始思考自己的生命了，怎么样解决我们的问题的。所以很多时候就是没有人告诉我们呢，生命的意义是什么？食衣住行吃喝玩乐，民以食为天就好了嘛，整天就吃吃吃而已嘛。哎，我们睡醒就想早吃的早餐，早餐吃了做没有两下工，就想到等下午餐要吃什么。午餐呢，这样吃完了就上班，就是做工，等下下班晚餐要吃什么？那晚餐呢，吃完了这个忙一忙，休闲娱乐完了，就在想说要不要吃一点宵夜？哎，刚好出去呀，整天吃喝玩乐嘛，这样。所以我们生活中的轮回呀、啊。就是在举心动念，有没有活在当下，有没有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啊、就是为人处事待物的时候，有没有把自己的责任本分角色扮演好，不然我们就是这样过去了。对，所以很多时候很可惜的，因为佛法没有人讲，虽然师资中变乃至博士、啊、都不知道要解脱六道轮。所以我们怎么走出这个生活中的轮回，去看我们大家自己还有这口气的时候，是快的是慢的，是热的是冷的，是急的还是这个刚刚好，不缓不急的。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生命还活在当下的话，善用现在就是今天的话，生命就有意义了。所以如果我们呢没有珍惜现在所拥有的，等他进入四块半，就所谓的大悟啊，棺材啊，再跟他说对不起，再跟他说我爱你，谢谢感恩，来不及了。因为我们不小心眼睛就关了，就永远不能开了。所以那是师父明慧在看看那个放不下的地方、哦、那个就很可怕了。不是吓各位、啊、只是给大家去思考，如果我们不要对自己的生命、啊、期许的话，就继续生活中的轮回，就是因果报应了啊，不是没有，是善恶业报，业就是因，报就是果，所以善恶的果报，善恶的因果，然后呢，前生后世的这个轮回，所以怎么解脱？
就是转凡成圣。所以我们要走出六道的轮回，那我们就要学声闻呢，就是要四圣谛啊，缘觉呢，就是要修这个十二因缘啊。如果是菩萨呢，就是要六度万行啊，佛呢是三觉啊，自己呢戒心圆满，所以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走上成佛之道。所以我们要三归五戒行十善，有空呢学习止观禅修。我们下一个月啊，就介绍我们上济下承长老啊，怎么样禅净这个度众生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叫做讲座座谈会的啊，很欢迎大家来共享盛举，因为应该三十几年前，就是那时候在上会讲，就听我们继承院长长老的开示了，是在讲成佛之道啦、佛法概论啦，小的时候就去听，那是十几岁听得很高兴，虽然不是很懂啊，听到院长讲得很好啊，所以他老人这一生啊，他六十几岁嘛，还打了两针了啊，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我们的那种典范啊，所以如果我们可以了解怎么走出生活中的轮回的话，我们就是这种叫做祖师大德啊，要跟他们学习。我们上一个月啊，不是前一个月啊，就是我们已经讲过的，我们祖摩长老。所以个人呢，其实在马来西亚佛学院的时候是祖摩长老这个做院长，后来回来佛学院服务的时候，就是我们继承院长做院长。所以其实从前后任的这个院长，个人都很感恩这个老院长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啦。所以如果我们大家能够开始就是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焉，看到这些长老啊、大德啊、法师啊、师父啊，有些居士也是大德，不是只有出家人是大德，其实居士也是有一些是大德，就是很大的德行的。所以佛教是理智的德行的宗教，不是感性，是理性理智的，而且不是知道也做不到，而是要德行去做道德的修行。所以 moral conduct 要去做的，所以一个人就可以慢慢的走上解脱之路，解脱道。所以我们要走出生活中的轮回，就要厘清自己的生命意义，自己的人生方向，就所谓的生涯规划。刚才讲的小孩子玩耍读书做工结婚，这个生孩子抱孙子阿弥陀，不是啦哦。所以我们呢，每一天早餐上班，午餐下班，晚餐，这个生活是这样吗？所以我们要怎么在这个轮回当中，从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轮回，无始到无终的轮回，到每一天的轮回，从刚才到现在刚就是还没有听课以前到现在听完课之后等一下，所以就未来也是三世啊，就过去现在未来，可以很长也可以很短。所以我念头一想过去了，现在再讲，但是一下子就没了啊。所以我们在想的时候过未来了啊，还没有来，所以我们现在一想就刚才的过去现在，但是现在一下子又变未来，就是未来变现在，那现在就变过去了，所以很快。所以我们一想刚才的没有还没有到的未来，一想就变现在，现在一想就过去了，所以那个念头也是三次一直走。所以我们从昨天到今天到明天，这个明天是未来，所以今天是现在啊，昨天就是过去了，所以也是三次的轮回了。所以时间可长可短，所以佛教的这个时间观啊，无常的、啊、是很长很长很长，长短的长啊，不是没有长长的长啊，
所以无常是没有常常一样，人都要生老病死嘛，啊，世间东西都要成住坏空嘛，所以我们的心念都在生住一灭嘛。所以物理的东西呢，都是成住坏空，我们的身体的身体的身体就是生老病死，所以我们的心念呢，就是精神都在生住一灭嘛。所以我们有没有看到？不注意，就是继续轮回了。所以我们呢，可以去思考，到底我们呢，之前没有学佛就算了哈。从学佛之后到现在，到今晚，知道走出解脱道吗？不要再轮回了吗？知道怎么样走上成佛之道吗？不然我们讲那么多做什么呢？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生命的方向，每一天生活要踏实充实有意义，不要继续留到轮回了。从昨天轮回到今天，到轮回到明天去，从刚才轮回到现在，等一下轮回到等一下就是未来。所以我们呢还没有到的就现在到了，那现在又马上又过去了，这个念头就没有，就是生住一灭马上很快，一生就一想住而马上变而灭就没有，所以叫生住一灭。所以我们也同样的每一天呢，外在的物质的生活，这个物理的生活，个人是建议说要五色蔬果，就像红绿灯一样，青色黄色色，然后旁边的一般都有斑马线，白色黑色，一天要五色的蔬菜或者是水果，当然还要五谷类啦，还有根茎类啦，菜叶类啦，这个叫做什么海带类啦，很多啦，这个吃素不是芹菜豆腐就好了啊，所以不要吃盐记的太多，也不要吃油炸的太多，也不要吃重口味的太多，骗骗嘴巴就不要再吃了，因为贪嗔痴了，直接讲就是这样。所以要戒定慧，为了身体的健康，医生都叫我们呢少油少盐少糖少酒，这个少醋啊，吃太多的醋不好。所以我们的饮食有道，这个要保健养生啊。所以物质的生活呢，我们食衣住行吃完了要刚刚好就好，不是偏你苦行，也不是偏你重乐享受放逸。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的物质生活恰到好处，肚子饿是应该吃的，所以我们就要吃五色蔬果，而且七八分饱就好。而我们喝水也是这样，不要吃那些罐装的瓶装的这个化学的，有些还防腐剂染色素，所以我们要吃白开水。现在有什么能量水啦，什么生物水啦，还有什么这种电子水啊，是太和汁水，反正现在很多人说啊，师傅这个好那个好，都很好了，要心好就全部好了。所以我们大家其实可以思考看看，在物质生活上满足的时候，我们的生理生活呢，要记得就要睡饱，可以睡到自然醒是最好，但是睡饱了自然醒就不要赖床，可以不要马上起来，可以说在自己还没有翻身起来的时候就先起心动念发一个好愿，那起来呢，因为好的开始成功一半，我们就可以对旁边的人啊，遇到的家人啊，兄弟姐妹亲朋好友都会说好话，说正面能量的话。所以因为发好愿呢，我们就会说好话，我们就会做好事咯。所以我们的生理呢，就是要活就要动，要记得去运动，所以我们呢身体才能健康，因为呢我们心情都是正面能量，所以因为身体好精神好，头脑清楚，不是头脑不清楚，所以就是要心理，所以从物理到生理要记得去运动，然后这个要睡饱啊，然后心情放轻松，要正面能量啊，身体健康的，做什么都好，
健康是第一财富，不然什么都假的。所以身体精神好啊，哦，这个头脑清楚啊，心情啊都是正面能量的话，一切 OK。如果都是负面能量，都是传那种恶心情啊，一切 KO。所以那 OK 还是 KO 啊？就看大家，哎 ，OK 还是 KO 这样。所以就是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要很确认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为什么要吃饭？不是骗骗肚子饿而已嘞。所以为什么会福相？为什么会发福？因为贪吃。所以有时候生气啊、失恋啊、失业啊、心情不好了、啊，就拼命暴饮暴食了，压力很大了，就吃吃吃了。哎，这心情不好就吃巧克力嘛，啊，所以人家说失恋要啃香蕉皮，安定情绪啊。所以我们其实民以食为天是没有错的，但是要用理性引导我们的感性，是我们的物质生活，我们的生理生活，不会整天坐来看手机，坐低头族看电视，坐马铃薯那个沙发马铃薯，就在那里看坐在沙发上面的马铃薯，就越吃越胖了。所以我们物理生理还有心理，每一天就是有佛法就有办法，所以每天都要勤修戒定，会熄灭我们的不好负面能量的贪嗔痴慢疑不正见的心态。所以我们有正面能量，一切都可以成就。所以很多时候个人都是尽量的讲，把自己所懂的跟有缘人分享，但是听得记得思考一下想一想才是自己的。但是不是文思就好，还要修行，所以这个才叫做三会讲堂。文所成会，思所成会，要的是修所成会。所以为什么叫做讲堂？所以三会讲堂就是我们祖母长老老院长就是要大家讲，接下来就是希望大家有因缘呢，可以上马来西亚佛学院看一看。我们现在有函授班可以寄了这 Q&A， 还有那个网络课程呢，还有呢这个面授班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去那个叫做什么，哎，线上上课啊，因为现在 COVID-19 的关系，所以是线上上课。所以如果有因缘呢，我们马来西亚佛学院的校友会，就是因为马来西亚佛学院对我们很好，我们很感恩，所以个人呢，从30年前在佛学院，到10年前呢回来服务，到现在呢，这个就是因为COVID-19 呢，所以在线上分享会，等下会给大家 Q&A 问答教育，所以只是建议啦，因为这个只是一个晚上讲课。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佛法上，不是佛学啊，是佛法上，信解愿行正，相信了解发愿修行正悟，就是转凡成圣。一般讲信解行正，不然就讲信愿行，所以我们就把它加起来。所以相信是感性的，了解是理性的，发愿呢，这个是意志力的。就刚才讲发菩提心啊，发出离心啊，发真上圣心，然后才去修行，就会很踏实。因为知情意嘛，哦，这个知呢就是了解，理性的了解，然后感性的就是相信，心境为性，但是呢还要意志力的愿啊。所以知情意三合合呢，三足鼎立的时候，在修行就很有力，就是文思修了。所以文思之后修行就可以正啊，所以这个正悟就是正德都有。所以不疑就不悟，小疑就小悟，大疑就大悟，中疑就中悟。所以我们有没有怀疑过我们一直在生活中的轮回呢？有没有想过刚才讲的这个成佛之道的寄送，一直想我们一直无始轮回到现在，一直三三到三三到那么多痛苦，到底几时可以解脱？所以只是经文的题目给大家去思考，在 MCO 在 COVID-19 之下，我们要怎么样走出这个叫做恶性循环的天灾人祸，这种瘟疫 pandemic。 所以我们要的是什么？食衣住行吃喝玩乐，
还是我们要的是向活菩萨学习得到解脱，所以我们要快点清除戒定慧，熄灭我们的贪嗔痴啊，学佛菩萨一样六度万行，学我们的缘觉一样啊，能够持二因缘从流转门到还灭门，学我们的声闻道呢，就是能够四谛啊，知道苦集，不要我们这样灭道二谛，所谓的八正道五现人道。所以从有正见啊，世间的正见到处世间的正见、啊、就是四谛缘起了。处世间的啊，世间的是刚才讲的四种啊，知道善恶，知道业报，知道前生，或是知道转凡成圣，知道有凡有圣。所以知道的时候才发愿，那才能去修行啊。信解之后，相信三宝啊，这个了解三宝是什么，然后就发愿啊，要发菩提心，然后就是修行。所以我们就是人成即佛成，就最后可以证得佛果，成佛之道。所以其实我们大家就是慢慢厘清了自己的修道次第了，知道自己的这个学佛的道路了，不是拜佛而已，是学佛，未来可以成佛。所以我们大家都有机会成佛，问题是我们要不要成佛。所以一个人呢，如果想清楚了，知道自己的生命意义啊，就可以走出生活中的轮回。所以一个人他其实呢有无限的可能性，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所以我们呢不要浪费自己这个人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三人心必有我师，大家都这天生我才必有用，都有自己的优点，当然也有自己的劣点，所以我们就取长补短啊，所以就学习人家的好处，所以就引恶扬善啊，不要去讲人家的短处啊，就是发扬他的善，就是引恶扬善，就是发扬他的善，就鼓励他，叫做正面能量。所以我们自己呢，就是取长补短，取人家的长，舍掉自己，补充自己的短处，这样就叫修行。所以古人可以喜怒不形于色，这喜跟怒啊，欢喜跟生气啊，不形于色啊，但是心呢，君子报仇十年未晚，那就不好了。所以能够叫做善如体空吧，没有我人还有这个相这些东西的，就布施呢，是我布施啊，布施对方啊，布施的东西啊，我们生气是我对方还有生气的什么事情，就是这样三轮都提供这三个地方，它的本性啊，它的字体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的。所以世间除了时间上诸行无常一直变化，早晚啊，这个老病啊，年轻到老啊，生老病死都会，从健康到生病，生病到健康，这个才是正面能量。如果只有生这个健康变生病才叫无常，那生病变健康呢，还是一样，也是无常。所以没有事确诊无常，确诊照顾好健康，这个就是无常嘛，所以才有机会改变嘛。如果是常的话就没有机会了嘛、哦、所以我们大家能够去思考，对自己来讲，其实每一个人呢无常的法则之下，为什么要讲诸法无我，所有的东西都无我，都是因缘生因缘灭。所以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善人常作如是说。我们舍利弗尊者一听马生比丘一讲就放下，跟目犍连尊者一起出家。所以其实我们大家了解的诸法所有的东西都是无我，都是因缘生因缘灭，都是缘起性空的话，我们最后要涅槃寂静，要解脱六道的轮回，不要在三界继续轮回了，就是一界、四界、五色界，也不要在天人阿修罗三藏道跟第二鬼畜生的三恶道，这个叫六道轮回。所以我们都有无限的可能性，问题是我们想不想解脱，看一看自己了解了轮回吗？就是轮回可以这种一生一生的很遥远的无始到无终的轮回，也可以从前生到这一生到下一生三世的轮回，也可以从去年到今年到明年的还没有到的轮回，也可以从昨天到今天到
明天的轮回，也可以从刚才到现在，那等下的未来的轮回，那一念间的轮回也是一样。所以就看我们大家对佛法了解了多少，可以看到自己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才可以走出生活中的轮回。因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佛法，就没有办法继续六道轮回。所以我们大家思考好之后，我们对自己的生命就可以改变。所以今晚只是一个，只是陈默知道的大概介绍了。有一年呢，欢迎大家自己看这个陈默知道，个人也有在线上共修，就是一起讨论分享。只是希望最后呢，总结今天讲了那么多，只是希望厘清大家对自己的生命有没有活在当下，不要在六道轮回。所以我们怎么走出生活中的轮回，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借着这个 MCO 好好的善用在家的时间，不是跟家人的感情更好，其实很多时候是冤亲债主，怎么解决这些恩恩怨怨恩爱情仇。所以我们的喜怒哀乐就是这样来的，贪嗔痴慢疑不正见。所以我们怎么勤修戒定慧，熄灭掉这些贪嗔痴呢？这些贪嗔痴啊，真的没完没了的，所以叫做三毒，三不善品，不善就是恶。所以我们都可以，只看我们大家愿不愿意给自己一个机会。如果不要的话，我们就会继续流到轮回。因为我听到引进响了，要准备总结，所以我们大家可以的话，把今晚的课所听到的文之后去思，然后可以用的，麻烦各位在生活上去实践。佛法要生活化，生活要佛法化，有佛法就有办法。希望我们文思修能够正，所以叫信解愿行正，从世间到出世间，不要再六道轮回，所以可以走出生活中的轮回。谢谢大家，感恩。我们现在接下来下一个项目，主持人。谢谢法师慈悲开示。现在是问答环节，线上的诸位大德居士，对于今天的讲题，如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发问，或者是在公屏处写上您的问题，法师稍后会为你解答。这个可是诗雅还是什么？主持人可以看看，没有就你先问。因为大家都很客气了，一般要有人开一个头啊。怎么样？法师不要客气了，可以问了。再一次线上的佛友们可以把你们的问题写在聊天室。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请问师父，我们每次看新闻的时候如何保持心平气和？有请法师解答。谢谢。其实心平常，所以这叫心平。平常呢，一般就是对好的不会贪，对不好的不会嗔，不知道好坏不会一致。那气怎么和呢？先深呼吸，然后就看到自己的念头，就是勤修戒定慧了，熄灭我们的贪嗔痴了。
所以看新闻呢，这个就直接讲，就是善恶业报，前生后世的轮回的果报，有现报、生报、后报。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会很伤心啊，很可怜他们啊，很难过了。所以如果了解是善恶因果业报的话，那请问我们为什么还要就是说被他牵着鼻子走呢？跟着他一起喜怒哀乐，看到好的很开心，看到不好的很伤心，或者是看到很烦很无奈，这个就是要有 IQ 就会有 EQ， 这样可以吗？那位问者，因为我看到有人举手，请说。啊，这个这里没有写他的名字，就是这个、啊、这个佛友啊，你可以现在提出你的疑问。师父，我可以问吗？啊，可以的，可以啊、哦。这样了啊，人生苦短，那就是说，能活到这把年龄，像我就活到这把年龄70多岁了，也是。我是住在新加坡的，啊，那也看到这次的疫情多么的严重，所以有些人呢，过得很痛苦，过得好像是，啊，有很多压力啊，尤其是有家庭人啊，有儿女啊，要读书这些，经济上的问题啊，那么有时候他们就说他的苦衷，我们也不能够帮他太多，我们自己也是有苦衷，所以师父请问我们要怎样安慰这些人呢？谢谢，阿弥陀佛。好，阿弥陀佛，我们就量力而为了。一般其实我们对这个施比受有福了，我们不能在物质上满足呢，也可以在精神上的鼓励，或者是找一些有缘人来帮忙他，所以我们叫做量力而为，记得这四个字就好，就是衡量自己的力量来去做啊。所以从物质的满足或者是精神上的提升，让他心灵安慰一下，然后再找其他有缘的人帮忙，因为有一些团体啦，或者是政府啦，都有一些福利机构都可以去处理的，所以不是自己一个人做完哦。好，谢谢师父，阿弥陀佛。师父阿弥陀佛，我可以发问了。可以，可以。对，刚才师父有提到，关于说那个人生的苦啊，刚才师父有提到说那个五蕴炽盛苦很危险，所以我想要知道一下。怎样把这个五蕴炽盛苦呢，把放进我们这个今天的题目，这个生活中的轮回，我把它。好的，好的。五蕴炽盛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外在的这些色法，就是宇宙万物了。这个色蕴，蕴就是积极的意思了。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些色法的时候，就那种感受，就是可易处不可易处的那种受呢，就是喜受、乐受、苦受、忧受的。所以我们在感受的时候要去注意，我们一对那个感受喜欢呢，就会去贪、要执取，所以就会想要，然后就会去行动。那不喜欢呢，就很生气或者是很烦恼、很忧愁啊。所以就是贪嗔了，然后就吃了。所以这个意识上呢，如果色受想行识嘛，没有去注意呢，我们就是在色受想行里面这四个哈，行呢就是另外一个这个思心所，就是我们在就是没有去审力抉择动法，这三思而后行而后言啊，所以就会被这个色受想行牵着鼻子走。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叫五蕴炽盛的哦，像火在烧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危险的时候，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去面对这些事情，哎，看到宇宙万物啊这些东西啊，色蕴啊这些色法啊这些东西的时候，去注意自己的心念，就是勤修戒定，因为熄灭这贪嗔痴，所以非分之财莫取啊，这个杀盗淫妄酒就不会有。所以我们呢，这个对贪嗔痴，其实这三毒很重要，去注意。所以我们要有戒定慧，戒呢就是指我们的贪。定呢，就是指我们的嗔。如果有嗔心，是不能入定；会入定就被起嗔心啊。如果有智慧呢，就不会再以此被骗了，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这样可以吗？可以的，谢谢师父。
好，阿弥陀佛。这边信息里面有一个想要请问法师，就是不要六道轮回，是否一定要出家？弥陀啊，请法师开始。不要在六道轮回，是否一定要出家？如果是出国、二国、三国是不用了。我听讲，真的四国就一定会出家了，就是这样。什么知道你没有讲过？在家可以修啊，这个在家也有居士大德啊，刚才有讲啊。如果以后啊，就是所谓的人天啊、五正共法，还有因缘处世的三正共法的话，修到三果之前都不会想出家，到四果就会想出家。啊，如果今生没有因缘出家，也可以发愿下一世出家，这样可以吗？这个菩萨，那个。哎，谢谢师傅，阿弥陀佛。好，阿弥陀佛。这边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师傅，就是请问成佛之道有读书会的小笔记可以分享吗？这个没有笔记的，只有《金刚经》才有。成佛之道没有什么笔记啊，成佛之道只有线上的，就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线上的那些课程啊，就是说成佛之道跟那个讲义啊，可以去网络看。不然就到时进来我们的读书会，这个就可以线上有那些。不然你如果你认识开尊的话，你就 WhatsApp 给我，我再寄那个连线给你。就这样，谢谢。还有其他的佛友，还有什么问题吗？我知道那个人是谁。好，请说，有没有人？其他人有问题吗？开心法师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 FB 提出来的问题，他就好想的。说，看到邻居常把那个口罩啊乱丢在马路上，有时候吹到这个门口啊，就是他觉得这里没有讲说他，就是他要如何控制他心的动念。就拿一个夹子装垃圾袋丢掉，实际行动，不然越看越生气，还是不要。有时捡不完呢，不是眼不见为净啊，而是转念啊。我们不是自己啊，这个叫做什么？不管他，不理他，眼不见为净，而是说我们发菩萨心，发菩提心，哦，就是让人家。这个不会有积嫌啊，或者是有担心啊，我们直接把它装在袋子丢掉。就是其实那个口罩是要医疗用具的丢掉的。如果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视频说要把那个袋子剪掉，然后记得要真的是放在垃圾袋丢掉，不要随处乱丢，就是因为没有良心道德了，没有公德心了。所以就是现在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善恶业报，也不知道前生后世轮回的可怕。所以才会为所欲为了，所以我们真的佛度有缘人，所以麻烦各位菩萨、各位佛友，告诉有缘人什么叫善，什么叫恶，什么叫业报的因果，什么叫做前生后世的轮回，什么样叫做解脱，就走出生活中的轮回，怎么样解脱生死，我们一起加油，所以我们就不会遇到这些起烦恼。OK，还有其他问题吗？Facebook 上，因为我都没有在看，抱歉。阿弥陀佛，来，请说。顶礼法师，我想问一下是，有时候是我们会遇到那些啊，有时候那些小蟑螂啊，还是那些蚂蚁啊，虽然我们没有去杀它，可是是就是那个手势就很随便的，是抓到的时候是从那个窗口那边丢下去啊，那这样子我们会有一个果报吗？你就当做放生吧，你就让他自己决定他要去哪里。因为他如果会飞的话，他不会电死的，就不要捏死他，被杀生就好，这样可以吗？哦，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感恩。这个跟放生功德是一样。
大众可以把握时间，有再请教法师。我知道聊天是有一个，这个《华严经》是讲什么啊？成佛的道有关吗？这个《华严经》就是我们这个大乘的经典，就是华嘛，华就是华了，很庄严。所以就是不度华严，不知佛家富贵。它里面有40卷、60卷、80卷的《华严经》。我们这个佛学院的教主任呢，或者是我们的社监老师啊，都特别棒。所以欢迎有一年去马来西亚佛学院深入浅出。啊，陈博士到在马来西亚佛学院也有在上课了。啊，有一年的乐龄人士，欢迎一起来共享圣经。啊，不然个人每一个星期三也有在上课，这个陈默之道也讲很多，但是不是等于华严经，是有讲一些、哦、好，这边还有个问题，就是请问如果担心自己得了新冠肺炎，觉得恐慌，压力不大，不敢去压力大不敢去面对这个检验，请问师父有什么建议吗？现在其实是因果报应、哦、这个要很确认、哦、如果我们可以在家里都戴着口罩吗、啊、家人会被觉得很奇怪，但是如果我们不戴口罩呢、啊、如果这个没有症状的、啊、家人中奖了怎么办？所以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去注意到，现在那个隔离中心是整家人一起去隔离的，一等确认确诊就来不及了。所以其实这个恐慌啦、压力大、哦、就是没有 IQ 啦，这个就是 EQ 没有啦。如果他有理性的话，有 IQ 的话，其实他就不会做出这种没有理性的事情。所以其实如果新冠肺炎呢、啊，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我们这个谁都不想的啦，但是病从浅中医啦、啊、就是平时有保养啊，有吃这种叫做现在是中药啦、哦、中医的不错的什么清肺排毒汤啊这些、哦、然后平时免疫系统啊抗体很强啊，也不会去中奖。但是如果逃避现实啊，不去检验啊，因为如果我们去到那种场合，他们都已经确诊了，如果我们不去体检的话，就是去验那个有没有新冠的那个检验的话，其实这个就是逃避了啊。如果不小心中奖呢，就害整家人了。所以还是要理性一点，要对家人慈悲啊，理性就是要有智慧的啊，慈悲呢就是希望家人离苦得乐，离开这个慈是以乐，悲是把苦，所以离开那种中奖确诊的那种担心，得到安心，说啊我家人呢没有确诊，就是这么简单。不然呢我们这个叫做感染群啊啊，这个感染群就越传越多了，不是家人，我们去上班，我们去外面买东西，因为觉得自己没有症状吗？没事吗？所以一中奖呢，就一堆人。所以为什么现在讲20000，下面有60000，也都不敢去面对哦。所以这个就是建议了啊，就是参考参看。由于时间上的关系，我们的这个问答环节就到这里结束。啊，就是在大众在听完法师开示后，希望大家都能把这个佛法实践在日常的生活，那就是真正的走出生活中的轮回了。好，为了表示感谢，校友会赠送马来西亚佛学院现任院长继承法师墨宝给开尊法师。收到了，谢谢，感恩。Okay. 啊，结束前我们再次恭请开尊法师带领大众回向，有请开尊法师。我在回向前、哦、把聊天室的最后两个问题讲一下、哦、就是这个全世界的新冠肺炎呢，是 会让大家那么担心，因为觉得它是工业，但是工业当中有别业、哦、就是说不工业了、啊，所以这个一起中奖啊，这个就是感觉上这个疫情啊 pandemic 是工业，但是在工业当中，如果是善的人呢，做好事的人，说好话的人，不会中奖、哦、所以这个是工业中也不工业、哦、就像飞机
出世有一些人没有死，就是这样啊。然后另外南北藏传哈、啊，这个三个这个法哈、啊，在同一时间一起修哈、啊，这个我不会一起修，个人只有一个在修汉传配传，很抱歉，这个对不起这个人。好，我们就回向。一个回向，好，这个那个寄送大家看着，那就心里跟着念了，个人念，各位心里跟着念，来回向，就是希望我们把这个听经文法这个分享会交流会的这个功德能够庄严这个佛国净土，就是未来啊有弥勒尊佛。所以我们报四众恩，就刚才讲的父母呢、社会的、国家还有三宝。夏季三苦苦就是我们的第二个畜生啊，这个三苦啊，希望我们看到各位听到能够发菩提心，就刚才讲上求到下众生，所以希望大家一起行菩萨道。菩萨呢就是菩提萨埵，就是菩提是觉悟，萨埵是友情啊。所以我们这个行这个菩萨道呢，就刚才讲的六度万行。然后广度一切有缘的众生，这些友情，这样解释了啊，解释完了，我们就回，就是转向，就是去向，肯定是分享啊，就是给有缘人。好，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众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常行菩萨道，广度诸有情。谢谢大家，感恩。感谢开尊法师，各位在来临的第二场承先启后线上分享及交流会将在9月24日星期五晚上7时30分至10时整，主题是以禅默弘扬佛法，以艺术净化人心，主讲人是济慈法师、通明法师、郭莲花居士，欢迎大家参与，我们到时候见。再次感谢留守在 FB 和 Zoom 的朋友们，所有出席和背后支持的每一位法师和大德居士们，今晚精彩的线上分享和交流会，相信大家获益良多，活动也来到尾声，我们再次感谢各位的参与，祝福大家身心安康，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我们有没有佛像？向佛三问讯呢？就是感恩三宝啊！大众，我们现在向主讲法师啊，向佛先啊，向佛 OK， 向佛礼，三问讯礼，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感恩师，感恩师师父，感恩师父，祝福大家，阿弥陀佛。